俗话说新年有新气象嘛，所以今年的节目跟去年有一点点的改变。对，今年主要是用歌唱来带给大家欢乐。对，我们三个和五位大姐姐，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开始，希望给大家来一个圆满的结束和新的开始。对，因为今年我们节目是全场第一个，所以应该会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，就是灯光舞美，然后还有设计都是非常棒的。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开场节目，所以就是能在春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就是开心的氛围，然后让大家就是开心起来。其实过去一年大多数都是在外面工作，所以新的一年呢，希望可以自己有一些时间可以陪伴一下家人，因为家里其实也有老人，有爷爷奶奶，身体也不是特别好，所以说想多陪陪他们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一年过去了，大家在外面奔波，然后劳累，为了工作，为了赚钱养家，都挺辛苦的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也多抽空回家看看家里人，就是这样。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然后把工作还有学习都照顾好，然后有时间就陪陪家里人。